开我的眼嘞。哎呀，你怎么看到他？啊！我们赵老板，赵龙，赵老板嘞，来来来。Oh.
不到了。没有想到，我到了凡尘了。过来，他没有想到我到了凡尘了。各位师爷师姐哈，摄影照相机，我讲，这个公公我死嘞，安尼来也不得了，家里啊重要，啊家里思想，还一点我讲，咱这个公公我死是住伫倒位，我特别咧，甲各位来做报告哈，咱这个公公我死是姓何，人口何，耶稣。哦，做是的罗勇，伊是真真正正咱张天师的爱徒，所以呢，你若如果啊以后咱有发挥，或者是呢功德寺庙，咱有喜帖啊登帖供帖，咱需要咱的公公法师的啊来给咱道好人，来给咱的先道三家，那么咱也当来支大家来问伊问声。也真是一本人某种的善理，也真是来主殿家提一遍题哦，伊就是咱大中区啊，咱何志圭、何志家，也就是咱啊何大法师、何大公、你的主神长到妈妈了，何罗爷、罗爷、下凡爷、罗爷啊，阿姨妈公，你来一遍题，你当来主殿家提一遍。咱非常的感恩，非常感谢，赞许来感谢着咱的何国光法师、何罗英、何国光法师，给咱做了啊，咱每一段爱洒家啊，甲心爱的信心可以，这么重要，这么殊胜，很感恩，感恩哈啊，再感恩，咱各位师爷师姐，咱的午餐呢已经给各位准备好啊，咱的午餐呢。各位准备好啊！咱的餐厅伫入门口的正面面，也就是咱主坛的后面。万一咱的信使打不错，咱的蛋跟咱的餐厅，我需要你打帮助到，需要你打帮助到。祝我们大家公餐快乐，感恩你哦！祝我万幸万幸，苦尽欢乐呐！住在离开祖祖难，祖祖难开祖祖心呐。我们一起走，我们手牵着手一起走，妈妈带着你走，一起走。辛苦辛苦啦呀，辛苦去，民自心难定干。我花青山，那边长大的会长，从那边长会长开。画本，你这里罗胖呢？啊，那个准备是他刚我开哦，啊，一边呢名字下凡尘呐。但是呢，这是画本啊，画本的罗胖啊，所以呢，咱有这里啊，这照远镜头看肢体语言，不用远镜头，而且各在没有想到，做梦都没有想到，采用电力，这样哎，这个更有价值。好运多过嘞，完完全全拢是咱福德幸福啊，是运气，咱的喜事前缘啊，咱的啊祝福前缘，今年咱这个小事啊，尤其咱的发挥的这么少，你大大了，另外呢呀，再加上了啊，咱的啊发挥动态啊，你大大了，另外呀，今年咱的祝福。在找，最近找了很多，我们姐妹来相会啊，姐妹来相会，都是苗族的，就有姐妹的歌谱哈。咱非常感恩，真正感谢，咱无极信会是为是提供了这么好的信息来和咱的信众多，咱参悟哈，非常感恩哦，真正感谢咱大家哈，谢谢真感恩，啊，咱的信使办这一段咯，咱的午餐呢，已经给各位准备。那你午餐已经给各位准备好啊，那你当跟咱的餐厅呢，来用一个啊快乐的午餐，祝咱大家平安个顺事，甲满意哦。帮助华丽四海，
神话龙太子皇室啊，那看到咱道正圆满，道正圆满，那你牛大主席啊，那你道正牛，道正圆满，牛子兵啊，那你牛大主席的啊，一万帅那也干部，那干爷文仙的啊，干爷啊，委员，我坐在上面，委员的人站了，你们知道，可是我在这边，道正圆满，那你牛主席的现在一万要起来打哈，你干。这个地方还显得赌博啊，你说你讲非常用心嘞，啊，你顶会准哈，啊，这只牛呢，啊，是咱太上老君太来的，但是能够认得我来的却很少了，您是认出来了，恭喜你啊，恭喜你！这只牛是咱太上老君所有的一只独克青牛了哈，来干我你哈，道正圆满，牛子喜。金凤娘来吃菜，凤儿离开吃，迟迟未见母娘前。母娘啊，再叫凤儿如何行？娘啊，叫凤儿，怎么？我找了很多龙凤儿，但是这个母娘呢，必须要用这种身材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啊，龙女啊，要来跟母娘学功夫，才能够学到圆通的法门。我说我的圆通法门怎么教啊？所以你也知道，我来到人间最后这一次了，一定要把功夫教下去啊！要有你们这些传承人，才不枉费我来到人间嘛。所以现在我拼命的写电脑，就是让他们往电脑上溯源。但是您能够来帮我打帮助道，那是我最大的荣幸，请你来帮我打帮助道。我就住在台中，那么等一会儿我把电话地址告诉您，来我道场好不好？也就是在咱台湾吼，一天家己的安产啊，一民兄弟，我伫咱当时来开着一间礼社，真真正正英勇两边啊，拢来去做做服务的工作吼。啊，即款的姓氏呢，也是讲非常的舒适吼。那么，希望因为伊呢，对着咱台湾的奉献啊，现在呢已经做了将近三百。会在做，所以等一会儿我带你去见我那个儿，也认出我来了。但是那个儿呢，就是很想找你们这些姐妹啊，也想找到你们姐妹。那么趁着这个，你带我走一圈，看看哪些是你的姐妹。姐妹团结力量大，连缘互补，连缘互补，互助收缘，团结力量大，好不好？
这里多医生啊，我为什么敬仰你、感恩你啊？谢谢你，谢谢。我的身边的贴心的龙儿凤女下凡，好不好？你看，哎，眼泪流的，对啊，挺漂亮。你来到人间还这么漂亮，感谢。修得好，修得好，感谢，修得好，谢谢。你要今年快七十了，才找到我的宝贝。大道长，并不那样，要往生了了，伊会更薄更无心的啊！一个人来跟咱的社会，来跟咱交流，咱非常感恩哦。见到新人了哈，咱供养三十六公院的，都下凡了。但是呢，这样找到，等一下我再带你的姐妹去那边，也是找到我了。带你带我下面去找，看能找到多少亲兄弟姐妹。今天是会长跟我，可能是老朋友。但是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个，你真是了不起，哎，了不起，修得好，修得好。我刚刚还跟天来来各位师爷师姐，不让人家知道，但是我的护法呀，忍不住了，你知道你是自己人，忍不住了，所以非要接引，所以他护法忍不住了来接引。所以呢，那你今我还是不谢。我刚跟会长讲，我不要谢，因为不要让人家误会。但是你出来了，我就要带着你去见兄弟姐妹了。你敢不敢呢？敢呢？哎，我们点点就是兄弟姐妹。看有几个是瑶池宫的，见了瑶池宫的，他才会认得我。就像钟东头的，他会认得钟东头。我是瑶池宫的，认得。对了，这是我的资料。但愿我在七十八我的寿命就终了，你们要抓紧时间赶快的来。假如我还是渡不完，还要往下活，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么健康吧？会不会保佑我一直健康？百岁就太辛苦了，可爱的百岁，好，我健康的带着你走，哈，来，我们吃了，午餐时间去吃饭，好，吃饭，你知道哈，瑶池宫的那位，也是瑶池宫的，加油啊！这边照正面照两个正面一来今天六杠六台杠零平台走快乐走快乐满地满地心欢喜今天今六八今该先离开走快乐不怕离开走快乐今六不进怕进来兄弟在发抖，高兴的、激动的，怎么下凡成了人？哇、哦，我比你还老啊！下凡整个早了，找你们找得好辛苦啊！我也找到你很辛苦啊！你们要来认我，我就知道你们修的程度到了啊！你们不认我，我不能自己吹牛，我是瑶池金母下凡成，我不
承认，不要谦虚啊。压抑的太苦了，修这条路很苦啊，压抑的太久了。以后有什么话给母娘讲，好，母娘帮帮你们，吐吐苦水，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好，就不要一个人苦，好，真的辛苦，你也不简单，像凡尘受那么多苦难。苦修苦念进群伦呐、啊，我的苦别人都看不到，我怎么还能够进到群伦呢？所以真的是，我像我的腰现在不舒服，腿也不舒服，还要很勇敢的走，还要走得漂亮，给孩子们鼓励。做妈妈，做妈妈心都爱孩子，不要孩子是吧？我是肉体都没有用。你带领了他也不容易，蛮辛苦的，也了不起，他也了不起。今年多大了？67了。67了，属羊的。属鸡的，哎呦，比我还小。66了。66比我还好小，我属马的。我比你大，虚长几岁。走，我们去吃饭。到人间了，没有想到妈妈到人间了。那佛祖啊，好，食堂过来。